的事情呢？在剧组最欢乐的话就是打肖战。整期的说怎么打发时间呢？打肖战。就开始疯狂打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他那个袖子不是特别大吗？然后我都是这种袖子，我没有办法打他。哎呦，袖子出来了。然后他就会用那个大袖子打我，他那个云袖，然后就会打打打打打我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一会儿你可以问一下他。好，那有反击吗？他们打当然要反击啊！打我为什么不反击？那最后谁赢了呢？就平手吧。一笑而过。一笑而过。他刚才在采访中就说，就是平时就是机一停以后呢，你就会用云袖甩他，然后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这边有什么解释的吗？没有很好的解释，就想打他。我们俩就爱打着玩，他也打我。对，他说他反击了。对，他也打我，他，嗯，不说了。